脚，让一哒哒，二哒哒，三哒哒。好，我们现在左脚往气垫方向迈，往气垫方向我们怎么迈？要注意提胯，提左胯，一哒，这里站三拍，一哒哒。我先把左胯提起来，把左脚延伸出去，一哒哒，这里用了三拍，左手一哒哒，有个过程，不是一下子拉到位的啊，是一哒哒，绕右手就绕头就行了，绕一个头啊，我们蹲五六七走，一哒哒。二哒哒，这两步是慢的，用了一个三拍去完成的啊。你的右脚现在你的胯已经提起来了，左脚现在是脚尖点地的，因为你胯提起来了嘛，你的左脚就长了，所以它要擦出去脚尖点地。一哒哒，好，它是虚的，迈的时候肯定左脚先迈一步，一。一哒哒，二哒哒，这两步是慢的，然后快速用三拍走八步，三哒哒。好，我们的手，我这里要讲，你在转的时候，你这个手已经这样打开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在转的时候，你的右手看到没有？我绕头了以后，我绕在右边，留在右边。你的左手要去找你的右手，是保持一种这样的状态去转的啊，而不是这样去转的。一哒哒，二哒哒，三，右左手去找你的右手，转的状态是转的时候啊，一哒哒，看到我的身体是倒在右边的，对不对？倒在右边，完了以后你的右手不要动，二哒哒，还是这样保持这样的状态。快走碎步八拍八步的时候，快走的时候，你的左手要去找你的右手，留住，回到这边来，回到哪里？面向三点略侧向二点的位置。然后双手这样，好，我们的往下沉，这里是三哒哒，四，你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双手都在右侧，然后你的左掌心往你的脸颊这里靠，右手往下沉，顺势往下沉，沉下去，整个身体看到没有，都在右侧的，我转过来了，我这样转过来了。往下沉，我说正面为了让你们看得清楚啊，实际上它是对着二八点之间的位置，这样下来，下到下面，一直沉到下边，右左，右沉到最底下的时候，我们要提气，你的手已经在低位了，直接反掌，右左。看到没有，我的身体重心还是在右侧，你的右手臂指向三点往前探，身体往前探是并步的，右脚上前一步，左脚跟上去并步，大，左手你上去以后，我从正面做给大家看，我七四哒哒，五哒哒，探出去的，往远端探出去的，从侧面看，左手在左胯按掌，右手延伸出去。好，完了以后我们要往后，你看到没有？四大大，五大大，我的身体上升，我的脚没动，但是我现在的重心在前倾，是在倾向前边的，倾向三点方向的，我。到位以后，我脚没动，我的身体看到没有，往后靠了，大大，我靠不住的时候，我往后靠，靠不住的时候，我才走三步，左右左，大，左右左，
知道吗？这里一定要有个空，而不是你直接就身体就跟着脚走，而是它有一个上升的中心靠，一二三，就是你往后整个身体往后靠重心的时候，它那个重心会往脚后跟上压。本来你的重心是在前掌上，我现在要把我的重心往脚后跟上压，压到我的脚尖都要抬起来了，左右左往后退三步，接后面的动作。OK， 好的，我现在看不到你们做啊，待会儿我会去看你们。我现在尽量讲清楚啊，往前脚掌满掌的重心，身体前倾，往脚后跟上压，你的重心压不住了，左右左吸，吸左脚，左脚是不是勾脚就是平掌，平掌抬起来就行了，吸。也不是这样垂的啊，不是绷脚背的，不要绷脚背，自然的，也不是勾脚，也不要勾起来，就是你的平掌抬起来，你本来是平掌踩在地上的嘛，平掌一抬，双手本来从这个左胯位开始，本来是手心向下，往外翻，踢，后面腿绷直，双手向后走。向后轮一个，双手一起向后走，轮一个竖圆，同时把左脚拉起来，下，下，下去以后怎么呢？左脚马上往三点方向，我现在是面向啊，往三点方向走，大，转一圈，好，我背向大家。